随身携带的一块布能当黑板，慈济国际人道援助研讨会上，吸引学员好奇。布黑板的研发起因于一份慈悲心。一块板子就是黑板，在新巴威上课如此困难，1000多位学童在露天教室，当地慈济志工拍下了这一幕，大爱感恩科技发挥良能，用回收的宝特瓶研发布黑板。你书写上去以后，只要用布。湿布稍微擦过，非常的方便。